character. Woke up at 11 o'clock, I ain't got no job. What the hell should I do today? This feel like some mile, don't give a fuck. Oh my god, shut the fuck up, I ain't hearing what you gotta say. What the deal, how you feel, not important. All I'm thinking about is riding in these Porsches. But don't be coming at me with that horse shit. Acting like you know me, that's the worst shit. I know in my soul, that's just how it goes. These days I don't get no sleep. Fuck them all, they don't know me. Couple minutes and I'll be good. Let me drink my coffee. Back up. That's the green you gon' get if you step up. Messed up, well I been and done when I tense up. They patience wearing out, playing dress up. Don't get it. Big sales on them big meals. Got a pocket full of coupons, we gon' eat well. And you know I got them refills. Got my dimes and a coffee Vince playing on the JB. Hello, 大家好，我是古珍 Jessica。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期关于我在 LM 期间的留学经历的一个经历分享。今天还穿了我这个学校的一个 T 恤，其实这个特别便宜，就是我去 Michigan 读书的时候呢，我在那边有一个书店买的，然后也是作为一个纪念吧。今天就穿着这个当时买的这件 T 恤，然后坐在这里给大家录这一期经历分享。今天的视频呢，我主要是想谈一下在 Michigan Law School 的一个生活、学习和关于工作三个方面的一个经历分享吧。首先呢，我想先谈一下生活方面。我记得当时我是在八月份的时候到达的安娜堡，当时的天气特别的好。当时呢，我记得去的时候留学的那个箱子，我收拾了很多很多东西，因为大家都说安娜堡的冬天特别的冷，所以我当时两个箱子基本上带的都是特别厚重的那些被子呀和外套。其实后来发现还好，所以其实天气并没有那么冷。因为我住的宿舍也是离学校很近的一个叫 Lawyers Club， 它是学生宿舍。学生宿舍的对面呢，其实就是我们当时那个长得巨漂亮、巨漂亮的图书馆，它就像就是哈利波特的那个魔法学院一样巨美。就是你进去以后就会发现，哇，能来这样的法学院学习真是太帅了。当然了，那个图书馆其实并不太适合于读书，因为那个我们是叫 reading room 嘛，但是为了营造那个气氛，它的灯光特别的昏暗，所以不太适合长时间的阅读书本。它那个图书馆其实楼底下还会有好几层，那里的学习环境啊还有光线啊都挺好的。除了天气和法学院这些关于生活方面呢，还有的是关于安娜堡这个小镇。这个小镇呢是特别特别的安静、宜人和美丽，然后有一点像欧洲小镇的感觉。当时我记得还有人开玩笑说，密歇根的安娜堡公交车上，你一上去就会发现有一半的都是博士学位或者博士学位及以上的人，所以可见这个小镇受教育程度有多高了。另外呢，说到密歇根，说到安娜堡，就不得不说我们那个特别大的那个体育场是一个举办 football game 的地方。每年九月份你到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买上联赛的那种 season ticket， 是特别爽的一个体验吧。一般是 Ohio State School 它的 football team 是跟我们是死对头，就是每年九月份然后 football season 开始的时候呢，两个 rival school 然后就会干架，干来干去，然后看是每年第一名会是谁啊。像我们这种不太懂他们橄榄球、不太懂 football 的人呢，其实在那儿就是感受一下氛围，看看热闹。还有就是与外国人交流的时候啊，还有你在求职的时候呢，提到 Michigan 的时候，你有一个谈资，其实也就可以说啊，我看过这样的一场 football game， 感受到了身为 Wolverine 的一个自豪感吧。除了这个我说到这个足球赛一定要看呢，然后生活方面还有一方面呢是关于每年四月五月份有一个毕业舞会，即使你不是毕业你也可以去参加，然后一般大家都会穿的那个专门去买舞会的裙子，然后男生也会打领结啊，穿西服啊去参加那样一个舞会，我觉得还是一个很棒的体验吧。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Michigan 的话一个叫 Bar Night
其实这个在每一个法学院都有，它是相当于是每周五或者每周四它都有一个学生群体啊，租了一个酒吧，不同的酒吧，你花钱去酒吧然后喝个酒，就是放松一下，不用去想着 law school 的这些所有的课本啊、学习啊什么的，然后暂时放松一下自己，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体验。除了生活方面的介绍呢，接下去我就要说一下学习方面的介绍了。学习方面呢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其实在读 LM 的时候呢都是有一定的目标，基本上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为了考 bar exam。 bar exam 呢基本上 LM 考的州都会选择纽约州，所以我们就根据纽约预考的要求的课程去选课就好。这个是选课方面，选课之后呢就是上课方面。上课方面呢，其实 Michigan 的话我们也有都是跟 JD 的学生一起上课。跟 JD 的学生一起上课呢，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老师他不会区分于你是 LM 的学生还是你是 JD 的学生，他如果是 cold call 的时候呢，就是老师上课点名让你回答问题的时候，他都是一视同仁的。你如果是 LM 然后刚开始英语还不太好的话，那就比较倒霉。但是除那些大课之外呢，其实有2门课是针对于 LM 专门开的，有一门是宪法，另外一门是 legal writing。 legal writing 给 LM 的课是不一样的，相当于是老师他是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一个 legal writing memo 的一个 basics， 这个是不计分的，只是算 pass and fail。 然后另外一个课就是 introduction to US constitution law， 是介绍美国宪法。这个美国宪法呢跟 JD 的宪法也不太一样，他当时那个老师是讲了很多很多美国历史上的宪法大案，然后考试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考试形式就是背，我们大概有一个学期讲了50多个 case 吧。当然老师也会给我们一个范围，说我们一共考多少多少个 case， 然后我们就有这样一个 case list。 这个 case list 上呢会有前人的一些工作成果，就是相当于以前的学长学姐们整理出来的一个 cases 列表。然后具体考什么呢，其实就是考 facts 和 reasoning 和 holding， 就是其实特别简单的三大块，但是考试的时候真的是要背啊。我记得当时那门课我应该是拿了 A-，大概我们是8点的考试，我应该是背到了凌晨5点钟还在背那个所有的 cases。 因为他虽然给了我们50多个 case， 但是我们不知道具体考多少嘛，他真正考的话可能也就挑了20个或者挑了10多个，我记不清了。但是因为不知道他的范围具体是什么，所以基本上50多个 case 我都背了。还有一点，如果你是 LM 的话呢，老师一般会告诉你说课情况。然后一般我们是如果是作为 F1 student， 就是你如果是国际生的话，你会有一个学最低的限制。在密歇根来说呢，是你必须要修满12个学分，其他学校可能会有不同的规定和不同的要求，是12个学分，然后你最多只能选15个学分。如果你多于15个学分呢，你还要去跟那个院长要申请一下，表明你的特殊原因，他会给你通过。对我来说呢，我当时觉得在国法学院的学习让我特别的痛苦，因为我刚开始当时刚来美国的时候，我的英语并不是很好，我上课也听不太懂，读 case 也读不快，然后基本上每天晚上都要崩溃了，就是我可能读到晚上2-3点钟，我可能都没有读完一个 case， 所以那个时候特别崩溃，我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坚持下去，每天都在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就是学英语啊，就是在学法律的同时还在学习英语。但是呢，现在回过头来想，当时那个经历也是很难得的，因为即使那么辛苦，然后我还是很庆幸自己当时坚持下来了。因为也就是在这样坚持过程中，我发现美国的法律啊和美国的案例其实有它特别迷人的地方。除了学习这块介绍呢，接下去我就想介绍一下关于找工作方面的事情。工作方面呢，当时 LM 它是有2个 job fair， 然后一个是哥大举办的 job fair， 还有一个是 NYU 举办的 job fair。 我们当时 Michigan 应该是参加的是哥大举办的那个 job fair。 记得当时应该是在10月份左右我们开始简历修改，学校它有一个 career service， 相当于是就业指导中心，有一些 advisors， 然后你把自己的简历交给他们，他们帮你修改。修改之后呢，基本上大概10月份学校它会有一个 resume book， 相当于是学校他把所有 LM 的 resume 进行一个整理，把那些整理完的一个简历本呢送给不同的律所，如果有律所对你感兴趣的话，你会收到他们的邀请，这是一个方面。然后另一个方面呢，就是 LM 找工作的重头戏，那就是1月份的 job fair。 job fair 呢大概在11-12月的时候，你会收到那 portal 开了的一个通知。我们当时用的应该是哥大的一个 portal， 然后叫
叫 Simplicity， 就是所有学院找工作都会用到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呢，当时是你会上去以后，你会看到一些参加这个 Job Fair 的一个律所目录，我忘记能拿到几个 base，基本上可能有25个或者30个，具体我忘了。但是你是去看不同的律所，然后你去投你的简历。如果你的简历通过他们的要求呢，你大概会在 job fair 开始前一周到两周的时间收到他们的一个 invitation。一些内地办公室呢，或者是一些英美律所的香港办公室呢，他们会给你发一个 invitation， 因为他们有一些会有 information session， 就是相当于会在面试的前一天，然后他们会有一个类似于酒会的一个机会，然后他们会邀请你去认识一些新的人和认识一些第二天面试的人，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你去的时候你可以认识他们已经在那儿工作的律师，然后聊聊他们在那个律所工作的一些体会啊，经验感受啊。更好的是呢，你可能还会遇到第二天你面试的那些 partner 合伙人，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套词的机会。到第二天之后呢，你基本上可能你就会有面试的安排，那你就一个个去面试好了。当时我记得我们是来了好多内地的所，比如说京都啊、君和呀、汉坤啊什么的都来了，然后基本上他们就是两个合伙人在一个酒店里头，就是在时代广场的一个酒店，大家就是一个一个20分钟进去面试，然后也有一些美国所。当时我们大部分 LM 基本上面向的都是国内所，那一届大概有5个人吧，基本上当时都找到国内很好的所了。当时的经历比较曲折，当时为什么要选择 LM 呢？其实我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本来想走学术的道路，就因为我当时想要跟的一个博士导师呢，他当年的学生名额已经招满了，有一个直博的，所以后来我就想说，那我出国读一年 LM 啊，拿美国的留学经历，接着还能考纽约的律师证，然后再回国接着读他的博士。但是我来了美国之后呢，然后感受到了美国的一个学习生活的氛围，就慢慢的确定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我到底是想要走学术这条路呢，还是想要从业几年，我是想要回国就业呢，我还是想要留在美国。所以我其实当时是短短的8个月之内想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在1月 job fair 面试完呢，到2月的时候，我就是下定决心想要留在美国找工作。一些跟他是允许你 LM 转 JD 或者是转 JSD， 就是你可以接着读学术博士或者是读法律博士。为什么我当时没有想过直接升 JSD 呢？是因为我想着说，那我既然想先干几年，那我就先不走学术这条路了。关于转 JD 呢，当时是一方面我们的成绩你是要达到他的 JD 的转 JD 的一个 GPA 的requirements， 还有另一方面呢，是如果你没有达到呢，你是要考 LSAT。啊，另一方面的考虑呢，是因为我当时经过一个学期的法学院的那个练之后呢，我真的是当时觉得真的是一个炼狱的体验，因为我可能英语真的当时太差了，我当时特别痛苦。我学习的时候每天都在想的是说啊，为什么学习那么难，我每天都睡眠不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说，如果这样的一个学习环境，如果我还要再坚持读2年，我该怎么办呢？其实也是当时有一点畏难情绪吧。现在如果再让我看到当时的那个自己的话，我一定要打他几巴掌，为什么当时没有睡醒呢？所以我当时就没有选择读 JD。 各方面没有选择读 JD呢，是因为如果你是 LM 的话，你转成 JD 的话呢，你当时那个暑假你就要参加 on campus interview， 也就是说唯一的你能进入 big law 的机会可能就在那个暑假。那我刚刚也提到了嘛，我那个时候对自己不够有信心，我想说以我这样的水平怎么能拿到律所的 offer 呢？为什么要把我自己唯一的一次可能能进 big law 的机会就断送掉呢？综合考虑之下吧，我没有提出我转 JD 的申请。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我找工作的痛苦之旅。这里呢还要提一下，就是如果是 LM 的，那你是在美国的话，你是不能申请 CPT， 你只能申请 OPT。 OPT 的话呢，你还是必须要上满一整个学年你才能申请 OPT， 所以其实对我们当时找工作也是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你要找 sponsorship 也是很难，另一方面呢，是我当时2月份才决定想留在美国，其实那个时候开始也有点晚了。真正如果想留在美国呢，可能你在8月份来读 LM， 你9月份就要开始找美国的工作，因为美国
的话，它相当于招聘都是提早一年招聘嘛，不管是你要去律所呀、去四大呀、去公司啊，或者是去其他各种法律类的相关岗位吧，你都要提早一年申请。所以我当时二月份下了这个决定之后呢，就经历了一个很痛苦的找工作的过程。当然了，最后我是找到了一份在洛杉矶律所的工作，不过那个都是后话了。如果大家对这段经历有兴趣的话，别忘了给我评论点赞，然后告诉我你对这段经历感兴趣哦，这样我可以再做一段关于 LM 找工作的经历分享。好，讲完这个之后呢，我就想总结一下。我知道今年是一个很难的一年，就是今年很多同学可能已经拿到了 LM 的录取，但是今年因为美国的疫情的关系，有些学校可能还是会进行网课，那学费那么高，网课到底值不值得呢？另一方面呢，即使今年的学校没有上网课，但是今年的学生签证可能也是一个问题。如果是这样的情况呢，我就希望你们能想清楚，到底你是想来感受一下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学习的氛围呢，还是你就是想要镀一下金，你想要拿到这样的学历，你想要考一下美国的律师证。所以我希望你们能仔细的想一想。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如果大家对 LM 申请以及我的各种经历感兴趣的话，不要忘了给我点赞评论哦，我们下期再见啦。